好，这个亮面。啊，这是刀啊，这个刀上面呢，它有不同的这种起伏。啊，注意这个棱角，这个刀刃这个棱啊，它是一个弯的，带一点。这个刀刃它比较锋利。这块是这样子，啊，这个呢，上面也要深入的。好，这个是它的刀，然后这个部位啊，这个棱角这块儿，也给它擦一下，擦齐一些。好，这个是刀。好，然后再把这个刀把儿，刀把儿上面也给它跟上。
哦，这是这个刀把，它偏亮一些，比桌面的稍微亮一些啊。好，这是这个刀把的转折啊，然后啊，这是他这个刀把儿。好，这是这个地方啊，然后我们再来把它这个桌面上面的一些变化，再走一下。
啊，这个桌面呢也需要去深入的，啊，桌面也需要深入，稍微给它给一下它这个。啊，它这个外面呢就热一些了。啊，整体来看，你看这个桌面底下同样是暗部，这个暗部和这个暗呢，它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，啊，因为这个桌面底下它还是属于背景范围，啊，属于背景的东西，弱一些。背景的范围，好，这是这个下面。啊，布子呢也是虚的，它这个布子的边缘。啊，这个白布呢，该白的地方还是要白起来。啊，整体它这个最白的地方，就在这个地方了。啊，现在基本上就进入了一个整体调整的一个阶段了，啊，整体调整的阶段。然后像这个苹果啊，苹果这块还可以稍微再强化一下。啊，让它这个体感呢再充分一些。体感再充分一些，虽然说它后面，但是它还是比杯子的靠前啊，杯子才是这个画面里头最虚的、最弱的一个物体。
哦，这是这个苹果。然后再把它这个杯子啊也深入一下，杯子它在后面轻轻的走。啊，这个上面它有高光。好，这是后面的杯子，然后这个是里头。好，这是这后面杯子，好，我们虚虚的。这个杯子它这个口呢，它是有一个厚度的。
这个杯子呢，其实已经可以了啊，因为它在后面，首先不需要太强啊，不需要太强。好，这是这个玻璃杯啊，玻璃杯。好，到这个程度呢，整个画面基本上就差不多了，然后把这个背景后面稍微再走一走啊，背景稍微再推移一下，比如说这个左右啊，它是这个角呢稍微重一些啊，其次是这块，包括它这个后面这个桌面啊，后面的桌面实际上呢也需要进行一个深入的。这个后面呢也要跟上。后面背景呢要整，所谓的整呢，就是说不要花，啊，要有秩序，要有变化，它左右要有变化，啊，上下呢也要有变化。
好，然后这边呢？这个背景的话，整体是一个亮灰的，亮灰的一个背景。啊，这个脚上呢，再加一下啊。然后这下面呢会一些，啊上下呢也要有变化。我们看到的这个杯子呢，它在后面几乎是虚的啊，几乎是虚的，若隐若现。然后这边呢也是要虚，啊下面，尤其这个下面。必须的。好，这个画面呢，基本上我们就画到这儿了，就可以了。哇，这两个是物体是比较亮的，然后布子呢也是。这块白啊，往周围走的时候变灰。好，这个画面呢，基本上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。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啊，一定要注意那些小的那些东西啊，那些小的重点。